跟住我哋请工党嘅叶荣。多谢主席。根据政府2013年嘅残疾贫穷报告咧，喺政府介入后咧，残疾嘅贫穷率仍然高达 29.5%。残疾人士嘅贫穷系值得社会嘅高度关注。好多残疾人士读咗好多书咧，都系好难揾到就业机会。不过而家香港政府咧，竟然用健全人士嘅公务员工伤老化就当请咗残疾人士。其实残疾人士当中有唔少有能力嘅，可以做到嘢，可以工作到。高学历又高，才能又多，都唔明白点解政府连工伤老化都可以諗到拎嚟督数。2002年至2012年十年入面嘅公务员平均每年有申请17.8个入职嘅残疾雇员，但系平均每年咧离职嘅残疾人士雇员咧就有169.4个，即系话申请一个残疾雇员咧就有10个离职。残疾公务员2002年至2003年咧就有33,900人。在2013年至2014年就有34,150人，即是其實呢十幾年入面呢只是多了十幾人而已。反而聘請得最多的政府部門就是警務處。2012年及2013年分別請了625位殘疾警察和685位殘疾警察，在去年呢殘疾警察已經去到700人了。我想問你們，拎這班健全人士出來督數，有沒有問準當事人？他們有沒有殘疾人士的登記證？主席，試問需要這麼大的體力的職業，殘疾人士怎麼可以做到？前線的警察很明顯就是做到殘，你們就拿來督數。所以工黨認為，第一，政府應盡快設立就業配額；第二，提供稅務優惠給僱主，這個是 CY 之前的競選承諾；第三，立即停止督數誇大聘請殘疾人士的就業人數，應該要盡快切切實實請回2%的殘疾人士。多謝主席。好，唔該曬葉榮。